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嘅主题系进入父的爱和喜乐。阿爸唔单止爱我哋，而且因我哋好快乐。单系从西番雅书3:17已经讲到呢一个真相。其中佢提到欢欣喜乐，有啲译做 rejoice with joy， 就系乐上加乐。好似路加福音15慈父因为浪子归家嗰种嘅快乐一样。另外提到默然爱你，有啲英文译本亦做 rest in his love， 阿爸喺爱中安息。呢个系讲到阿爸因我哋满足、陶醉、享受同埋停留。第三，亦都讲到喜乐而欢呼，系一份涌出嚟、爆发出嚟嘅喜乐。欢呼亦都有歌唱嘅意思。我哋对神嘅形象真系要有正确嘅认识，以至更加享受佢嘅爱，同埋回应佢嘅爱。归入父、子、圣灵嘅名，我想特别咧讲翻父方面一啲啊。今日你讲好多，但系我就将父方面点出嚟。你一定要发现啦，你个读咗圣经，好似点解 miss 咗父咁嘅，好似。太宝贵啦，真系主向我打佢心，但系咧父啦，佢始终太要我入到佢份爱里边，佢猜咗爱之例，表明佢自己啊，而甚至咧死喺十字架上嚟显明佢嘅爱，主喺地上佢人生系表明咗父，佢个荣耀，佢爱，阿主讲嘅太宝贵，咁今日主在我心中咧，佢够指示。圣灵咧，佢感动你进到父嘅面前，同佢使我真知道父，就使我念啊，呼叫阿爸父。咧圣灵都系要都做呢样嘢，只有系要做呢样嘢，先入到父嗰份爱里边，父帮嗰份亲情里边，亲孩子嘅生活里边。咁我先唱咗西番雅书之宝先，西番雅书。第31，你睇呢个咧，神对以色列人都咁犀利啊！呢、這个就系咧，当主翻嚟嘅时候，啊新约嘅时候，即系帮以色列人嗰时啦，喺千年国嘅时候啦。咁何况我哋咧？嗱呢度可以认识到神系点啊？你睇埋路加福音5章咧，咁啊知道即系福音着我哋，真系好快乐啊！真系耶和华你嘅神是施行拯救。大有能力嘅主，他在你中间，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只因你喜乐而欢呼。原文嗰字有啲佢就即系意思唔止一样啊，所以咧译法有啲唔同嘅，就应该包拆落去就好啲啊。咁我想睇题咧，特别系默然爱嗰度。咁亦都可以话即系静默喺佢爱中啊，咁样神都会咁啊。但你亲神，你都会有时俾主啊，或者俾白吸引住啦。你静喺度享受，你都唔想打叉佢啊，好专心，你喺度享受。咁所以系好满足同埋啦，喺度享受，甚至可以陶醉。我觉得好宝贵，阿爸爱我哋都系咁啊，佢乐透陶醉。不过唔系单单初上一日喎。我初上嗰日咧，我已经自己话生冇咁喜乐啫。当时好紧好紧，当时我觉得阿爸更快乐啦。正如我讲翻15章，佢真系乐透陶醉。哇！一咁多年，哇，等咗咁耐啦，结果万岁子啦，佢永远得着我咯。佢睇见佢前面嘅喜乐啊，同呢个孩子咧，一生对佢啊，对主嘅爱啊，你都做永恒喎、啊，都永恒喎、啊。付出咁大，永远得住咗我哋。你睇佢开心到咩地步咧？系咪揽住你啊？落头陶醉啦！嗰日我觉得根本就系神拥抱你一样嘅，成个包围咁样，佢同在，佢爱啊咁样。所以有初信嘛，你即系经历到，但你就未够认识咁多噶。咁啊，你知道多发生嘅事，佢简直系落头陶醉，系太宝贵啦！等去咗咁多年。默然爱我咧，英文亦做 rest in his love， 呢个我觉得好好嘅都系，
都好嘅翻译，因为佢个字咧，佢有时咧一句表唔得晒，即系神好似好满足、好安息，得着佢所要得噶 ，nothing beyond 嘅都系 final。佢创世界以前，你拣错我哋，佢冇拣错，佢太快乐。So rest is love， 我都觉得好宝贵。132篇咧，嗰讲到咧，永远安息之所。当然圣殿嗰啲啊，咁但系我觉得教会唔使讲，更加乜嘢，即系佢永远安息之所。将来西元撒冷都系神人永远安息，唔系个地方嘅啦，但系而系啦神自己同呢个家，咁啊弟兄姊妹啊，大家尽晒一齐嚟爱啦，冇第度可以比噶，我永远安息嘅地方。唔会再有新嘅寻求啊，无比啊！你边系喺第度，只有差啲嘅咋。咁样讲好宝贵，付咗 rest in his love。我哋个心思俾世界上好多污染咗啊！就我哋觉得真系神咁欢喜我咯，咁宝贵我，我俾咁大满足享受，神因为好喜乐，我绝对相信你同我咧都唔够体会到神因着你同我嘅喜乐噶。所以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咁呢圣经系都好帮助我哋。佢有唔同译法好嘅，呢、這个比较心里面一啲嘅，佢讲法好特别嘅。Rejoice 就 rejoice 已经系快乐啦 ，rejoice， 所以佢都话欢欣再喜乐咁嚟形容。Rejoice with joy 好特别系咪？仲要 rejoice， 即系你已经系喜乐再要 rejoice。咁有啲亦仲叫，如果我冇记错就叫喜不自胜，根本真系好喜乐啊！所以咁样嚟形容啊，第一个字都比较内里面啲噶，响就同 rest in love， 或者系默然爱你咁样，好满足，连神都好似咧定咗喺度，都唔会再有其他嘅对象啊！咁讲啦，佢主已经系我系佢第一个爱，都永远个爱，佢要我专心爱佢，佢而家更加专心我哋啦，唔通我哋先俾佢咩？佢要我专心爱佢，佢都专心爱我哋。呢啲真系我哋要去进入嘅。Rest in love。嗱，呢个比较就系唔系咬出嚟嗰种，但系佢系好深噶，好享受。正如你啦，有时静默嘅时候啦，好乜嘢？你唔想有骚扰。所以雅各书有三次都讲咗咧，唔好骚扰佢啊。而又散咧，中咗之啊，唔好惊动佢啊。因为主都好宝贵啦，当你俾佢吸引嘅时候啦。成个专注晒，你都静喺度，甚至神都会咁，神都有咁享受你。阿爸我安息，爸我系我安息，但佢都系 rest in 佢爱里边。谂另外一次咧就咧表现出嚟噶，譬如你都会噶，即系除咗你静喺度，但有啲亦都会哇，或者咧就系你外边表现多啲，有齐两样嘢。好宝贵，得个字喺后边最后嗰、那个喜乐而欢呼嗰度，咁啲声亦做声歌唱啊都，因为佢系有歌唱意思喺里边，唔单欢呼，亦都有歌唱。但如果你中文译法咧写晒出嚟，就好似好沉啊。但我哋知道系紧要噶，所以英文译法咧有啲就 with singing rejoice 系咪啦 ？with 收停啦，有啲就 with show of joy rejoice， 依家快乐 joy 啊。Rejoice with show of joy， 你发现呢两次都系会起落再加上起落咁啊，可以咁讲。但系第二个字咧比较系发出嚟嗰种啊，唔系净系静默嗰种啊，两样都好宝贵。即系神恩就你点啊，爆发起出啊！我所以有时我讲话咧 ，explosive joy， 因为起落而唱歌啊！你想唔想听我主唱歌？主曾经地上都唱歌啊！咁但系咧，即系讲神唱歌。因我哋唱歌，我唔知你想听下，啊，将来有机会听啊！你冇觉得好稀奇？主唱歌，佢哋唱都唱啦。但阿爸都点啊？你喺攞上五张，咁呢度都咁讲，喜乐而欢呼啊！讲明系歌唱，有呢个意思喺里边噶，个欢呼字，好宝贵，我觉得超过我所想象啊！佢过于恰当，佢对我爱，佢因着嘅快乐。因为我都话我被污染咗，系好难，好麻烦噶。即系觉得点解神因咁发有冇可能咧？你唔能够用你嗰啲嚟喺度度神噶，
而是你自己心意变化，因为你那些错误那些你要找圣经那些代替回去才得。咁所以圣灵佢更加开眼睛啊，即系更加睇见同埋信心。但系你唔好喺度只拿住你个错嚟啊，觉得呢、这个唔系自高自大啊，又唔系自我膨胀啊，呢个系正常，同埋系真实啫嘛。我哋要进入真理系会使我哋成圣噶，帮助我哋更加爱神。咁你进入去先得噶。我唔好俾我哋嘅错误嘅咧，觉得神系讲。个错误嘅关于神嘅观念，正如佢有人有觉得神好似警察咁啊，睇住你。有基督徒佢可能对神嘅形象啦唔好咧，就好麻烦。嗱，魔鬼都呃人啫嘛，始终都系呃佢。明显周围都见到神嘅爱啦，佢就喺度搞到佢怀疑神嘅爱，魔鬼啊使佢堕落。咁今日我升得更升起，就更升更高啦，都系跟神自己。睇见佢荣耀啊，我先会变化。睇见佢爱，佢荣耀中其实最大就是爱嚟噶，你只会被变化。即神因我哋喜乐而歌唱啊！咁你有时用翻呢啲，你扭转翻自己嗰啲，唔好俾过去啲污染咗你嗰啲错误思想搞你。耶和华你的神时时行拯救。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，他在你中间，必因你欢呼起Hey, hey.